请各位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愿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在上主面前得蒙悦纳。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是过去的几个月，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很难真的享受到一种的宁静。在过去的这个星期，情况是叫我们呢是很值得去到感恩。昨晚黑呢，我是有亲戚是结婚，那我在将军澳那里一间的酒店的宴会厅，其实已经平静了很多了，但是大家都在围里边都有人看手机，看到又说有哪里有好像太子西啊，咁於是咧就食到最尾嗰幾個菜嘅時候咧，已經係差唔多俗啲講叫做雞飛狗走，因為主人家安排咗佢啲車係接送係賓客咧去到唔同嘅區，等佢哋可以早啲嘅翻鄉。翻佢哋嘅居所咁樣噶，咁呢個咧都係令我咧係諗起咧，以賽亞書第四十章開始嘅時候，佢話：你哋要安慰我嘅百姓，佢哋嘅罪孽已經滿啦，而家佢咧係再次得到祝福，係得享平安嘅時候。我相信上主都是为香港他的子民，甚至是包括那些未曾认信、未曾在他的面前祈求的子民，上主都是一样那么爱他们的。因此今天我和各位去分享的题目就是超越的爱。这个超越的爱不是人间任何的人事权威能够赐给我们的，是只有从上而来的上主，他藉着那种无私无惧的没有可以比喻的爱，去到让我们在种种的恐惧黑暗的当中能够回归上主的平安，就好像今日诗篇122篇讲的，我们要去耶和华那里殿。我听见这句说话就很开心，就欢喜。真是的，当我们是陷入了无助的困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的是超越人间所能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超越的爱能够打破人间种种的藩篱。我所拣选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一般称它为做爱篇。这里很奇怪的，最尾那一节它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听见这句说话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回应。信、望、爱，在信仰的群体，在整体的教会，或者个别的信徒来说，信很重要，盼望很重要，爱很重要。为什么说是最三样东西比较的时候最大的是爱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深思的。而我们是看回哥林多书信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了，因为圣保罗知道他们中间有纷争，因此保罗开始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说，我听见你们当中是有纷争，因此我不能够叫你们是成长的信徒，我只是能够说你们是婴孩，信仰上的婴孩，因为有纷争，你打我，我打你，
这个是信仰的群体，是同属耶稣基督的信徒的门徒，但是仍然都是有纷争，争权夺利，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因此保罗有感而发，就是说你们有信有望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是一个坏的见证。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是应该是合一的时候，你们反而是互相指责。因此保罗先至是很慨叹话，其中最大的是爱。一般来讲，我们很难来比较信望爱哪样高哪样强，但是在这个的处境来讲，爱是比信和比望是更加重要。因此今天我和各位去分享的题目就是超越的爱。这个爱是超越了很多的藩篱，本来不是一家的人，但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就成为一家人了。你们不再作是外邦人，他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就是这样说，你而今是同属一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所以原本是国属的界限的分离呢都可以呢是打破。这个是一个超越的爱，让我们呢再深入一些来到去看看这个超越的爱究竟是有什么的特色。爱是具有超越、有改变、转化和提升的力量。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如果跟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五时花六时卷，转来转去，转一个领导人，转一个国家的元首，可能又翻天覆地，整个国家都是不同了的。保罗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又对信徒说，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那个爱是会将人是完全的改变过来。爱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所示范的。爱这个道成肉身是多于意念本质。我们很多时候脑里面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很清高的，很完美的，很理想的，但是只是在个意念里面，在个头脑里面，实际上不能够帮得到这个世界多少，也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多少。爱是道成肉身，是行动多于意念本质。爱是放下进入处境，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示范给我们看得到的。爱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处境的当中，来将上帝来到彰显他的国实践在地，如同成就在天。中华圣公会是在百多年前，在1931年是成立的，所以在几年之前，在香港有一个圣公会在华100周年的研讨会，我在这个研讨会当中都是发表了一篇的论文。我题目是，因为当时我在圣三一座堂侍奉，我的题目就是 Trinity Inspires The Witness of a Young Cathedral。我就分享圣三一座堂这个是充满本色化的一个的礼拜堂是怎样来到去彰显耶稣基督。当时是1930年代是全国的中国去有一个叫做非基督徒的运动
就係話基督徒咧，其實咧就係係基督徒就唔會係好嘅中國人噶啦，因為咧係當時1930年代嚟講咧係喪權辱國嘅，就係咧外國力列強咧喺中國咧係瓜分，特別喺上海好多嘅租界，因此咧佢哋認為咧係基督徒咧係唔愛國嘅人。而當時一班愛國嘅基督嘅信徒咧，知識分子就出嚟話：唔係，我哋要證明俾人睇，基督徒可以愛國，又可以堅持我哋嘅信仰，又可以愛教嘅。因此當時就有咧係呢個本色化嘅信仰同埋神學嘅運動。如果你睇翻普天眾讚咧，係好多嘅中國特色嘅聖詩，都係1934、1936嗰個年32，譬如趙子晨嘅《天恩歌》，天上的父親大慈悲啊，嗰、那個咧就係呢個鋤頭歌嘅音。咁啊，好多當時咧都係咧知識分子就出嚟咧，話俾咧係中國人知道，話基督徒可以又愛國又愛教嘅。我哋咧可以將信仰同埋咧係我哋嘅文化咧係融為一體，係唔需要互相嘅排斥。咁就道成肉身嘅精神咧，就係喺嗰度發揮出嚟。咁我就嘗試喺個研討會喺篇文章裏邊，又去話究竟乜嘢係道成肉身咧？咁我嘗試用一個比較抽離嘅抽象一啲嘅方式嚟到去表達。我話道成肉身咧，就可以理解為拒絕將自己嘅生命鎖定喺時間同埋空間嘅某一點。呢、这個就係道成肉身啦。耶穌基督本來屬於天上，有無盡嘅榮耀，但是呢他拒絕停留在那個天家那個時間和那個地點，他是放低了他一切的尊榮來到這個世界，進入人群，進入你和我的生命的當中。這個就是道成肉身。因此我們如果要彰顯上帝的榮耀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是要將我們的生命學得去放下。我哋本来系最执着某一啲嘅嘢嘅，因着爱嘅缘故，因着效法耶稣嘅缘故，我哋又会放低。唯有咁样嘅时候，我哋可以同人分享我哋嘅生命，正如耶稣都同我哋分享佢嘅生命。佢话距离系要叫人得生命，得到更加丰盛嘅生命。因此，第一点我哋要谂嘅就系我哋嗰个超越嘅爱。會唔會第一係超越咗我哋自己為自己設咗嘅界限，係放低我哋原本認為最重要嘅嘢，去到高舉耶穌基督話俾我哋聽，乜嘢先係最重要？基督嘅愛係超越個人，叫我哋能夠找到同埋歸復一個更大嘅家庭，更豐盛嘅生命。其中一個指標可以話就係超越個人嘅局限，揾到更大嘅歸屬感。聖保羅喺以弗所書第二章有以下嘅教導，佢話：咁樣你哋唔再係外人或者客旅，係與聖徒同國，係上帝家裏嘅人啦。喺2014年，我係因為我仔係翻英國咧做研究咧，咁我就因為儲埋好多假期，咁就跟住咧去佢嗰度就住咗3個星期。咁其中一個嘅週末咧，我就去翻喺1970幾年代咧，我喺英國一間嘅教會侍奉。香港教會咧係當時我個仔係2歲。咁嗰一次2014年我去嘅時候咧，我個仔個女係2歲。咁我去翻嗰個堂嘅時候咧，咁我當日咧個周刊就印住話講道嘅人咧係呢個叫做鄧雅國 ，Jimmy Dunn 或者 James Dunn， 係盧龍光牧師嘅論文嘅師傅。咁就係我就諗下會唔會係佢咧咁。咁崇拜之後，
佢哋喜歡係飲咖啡、飲茶啊嘛。咁佢太太咧就知道我喺香港去，話：Oh,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Do you know anybody called 盧龍光？咁咁我話笑一下，因為我同盧牧師係非常之熟悉噶。我當然我認識佢啦。咁咁佢咁啊啊 Jimmy Dunn 咧就話啦，佢本來係對誒 Durham。大學的教授，咁佢啱啱退咗休，就由北部英國北部 Durham 咧，就落咗去南部喺倫敦嘅南部呢個 Chichester 嘅地方。咁佢去到嗰度咧，佢同我講，佢話 I'm a Methodist， 我係循道衛理嘅會友嚟噶 ，but I found my home here。佢話我喺呢度揾到家。咁我就即刻答佢啊！我話：Of course we are one family。我係一家人嚟噶嘛。咁啊，大家都係非常非常之認同。咁我突然間咧，我就諗，我就有靈機一觸，有一個啟發，就原來我哋做基督徒嘅咧，我哋唔係去到拘泥於我哋係屬於邊個宗派啊，因為我哋都係彼此相通，我哋要彼此合一嘅。我哋咧互相嘅去祝福，互相嘅尊重。假如我哋認為我係某一個宗派嘅會友，我哋咧就已經唔再係基督徒，因為我哋所屬嘅唔係一個宗派，而係我哋屬於耶穌基督，我哋同一同都係佢所救贖嘅人。所以咧，我哋係做基督徒，我哋呢個愛咧係會將我哋嗰啲嘅門户，我哋嗰啲宗派嘅界限呢度打爛曬佢，以致我哋可以彼此融合成為一體，好似 James Dunn 咁 ，I found my home here， 我係循道衛理會嘅會友，但係我喺呢度揾到我屬靈嘅家，而呢個家咧屬於喺當地嘅英國嘅聖公會，喺教會嘅裏邊，喺信仰裏邊。是要無分彼此的，他肯定了基督的愛，叫我們聯繫和歸屬，以愛為家，以愛為基的天家和地上的家。因此愛首先叫人超越自我，進入以愛為基的家，努力學習以愛的行動，放低以往麻木不仁，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正如我個人好喜歡嘅一個祝福文嘅內容，這個祝福文係咁講：你哋平安進入世界，勇敢為人，保持善德，勿以惡報惡，鼓舞灰心嘅人，扶助軟弱嘅人，援助困苦嘅人，愛主事主，喺聖靈嘅能力裏歡欣喜樂。跟住我哋谂到爱系叫人认识自己人生阶段里边嘅无知。喺爱篇里边，圣保罗话：我做孩子嘅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嘅事丢弃了。我哋现在系对住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嗰个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認識的有限，到那個時候就全都認識，好像主認識我一樣。人好自大，人好自高，以為自己是天下無敵，是掌握了一切，沒有人是比得到我的。但誰知道我們在人生裏面有不同的階段，由嬰孩到孩童，由孩童到少年，由少年到青年，青年到成年，成年到老年，实际每一个阶段，我哋都有每一个阶段嘅无知需要打破。圣保罗咁样讲，就系提醒我哋人类嘅知识有限，我哋咧喺每一个阶段都有我哋嘅局限性。离开世界冇几耐嘅现代嘅天主教教育家保罗费埃里 （Paulo Freire）。對人性的體會就是最透徹的洞悉。他說世代以來在各國各族的當中，不仁不義的世道人心，導致了弱者備受壓迫的情況無處不在。
在香港、在中國、在英國、在巴西、在美國，到處都有的，不是只是某一個國家是獨有的，這個人類共同的不仁的狀況。對於這個狀況，他認為教育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喚醒良知。在他看來，喚醒良知的教育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召喚。他說這個是一個人的 ontological vocation， 人生來就是要 去消滅這些不仁的狀況，是使人類回歸回有人道的情況。正諸於發生在香港最近的各區中大和理大近日的事件，豈不是至理名言嗎？本來可以輕輕放下，可以用愛心相待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因為可能一些的尊嚴、某些的不必要的堅持呢，就變了很多人命的傷亡。因此愛是要我們跨越這些，亦能夠跨越這些。愛呼籲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聖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書的時候，他說你們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是同等，反倒虛己，取了無僕的樣式，成為人的樣式，有人的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這裡我想起金庸小說裡面其中一個的片段，就是講到呢，是本來是大理國的君主的段王爺，因為呢他是有一個麻木不仁的一個行動呢，他的一個妃子叫做劉英，後尾好像《天倫八部》定不是《天倫八部》，應該是《射雕》之後那一部，就是說英姑呢在個泥沼的裏面做了一個他自己的一個陣，然後呢就在那裡呢是處心積慮呢要去向這個段王爺報復。因為當時這個段王爺呢已經是後悔自己是對他的妃子有一個BB，他本來可以用一陽子救他的，但他呢就不肯，因為因為種種的愛妒忌的緣故不肯。於是這個英姑他的妃子呢就含恨在心，就離開了皇宮出來呢，就處心積慮 要去報復，要殺他。而呢是王藥師的女兒王蓉，郭靖的太太呢，就被打傷了呢，要療傷，他也就上去呢這個是這個一燈大師那一度，那就經過如潮更毒四個大的考驗呢，終於被他上到去的時候呢，王蓉呢就在這個和尚一燈大師的面前呢，郭靖就要求他跟他療傷。那一燈大師呢就真的用一樣子就醫翻好王蓉。這個時候呢英姑就出現，因為他本來正常就不夠一燈大師的武功高強，不夠他打的，但他知道如果他用了一樣子，用了他 的耐力，耗費了耐力，他就可以打贏他。於是他上去就 要報復，但後來呢發現一燈大師，即是以前段王爺，後來叫以前是南帝，現在變成是南僧，他知道英姑是要哄他入這個陷阱，然後呢趁他損耗了耐力呢打傷他。他說 他實際他是知的，不過呢他為了是幫到他泄憤，亦都是為了幫自己呢去到贖罪悔過，他特登是這樣做，讓對方有機可乘。
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是很有基督徒那种的精神的。但是实际上一登大师这种的愿意 是悔罪，是牺牲自己呢，其实在圣经都有讲的。这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所讲的。圣经是说，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对西门说，你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152条 的鱼，是属于物质。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更多呢？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里呢，很奇怪，圣经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这段经文很费解的，其实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看中文或者看英文的翻译版呢，都是很难看到。但原来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耶稣基督第二次 问彼得，是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个爱字呢，他用了 filial， 即是这个有爱，当他是朋友，你爱不爱我啊？咁就其实呢，彼得答佢就係话，我爱你好似朋友一样。但耶稣对佢问佢嗰个嘅词呢，就係唔係呢个词嚟㗎。呢个係阿加皮，阿加皮係牺牲嘅爱，係无条件嘅唔望回报嘅爱。耶稣问彼得话，你爱我係咪肯为我牺牲？係一个无条件嘅爱呢。彼得答佢用嗰个词，就是不是阿加皮，是 filial， 即是这个友爱。因此呢，第一次耶稣问他，他是这样答；第二次耶稣问他，你是不是愿意为他牺牲，用阿加皮、阿卡帕夫这个词呢，彼得都是答，我当你是朋友的爱来的，你是朋友，但我未曾愿意为你牺牲。于是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耶稣就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是不是当我朋友的爱？彼得听见耶稣问他，是用了转了一个词，因此他的心里面就很不开心，很忧愁。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只是当你朋友的爱而已。咁耶稣基督最后就话，你年轻嘅时候你好似我嘅，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唔肯放低一啲嘢，係为耶稣基督牺牲。但佢话到你年老嘅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佢预言彼得将要为佢嚟到牺牲，佢嘅生命係会改变。同埋呢个一登大师放弃了他以前做这个王爷、大理国王爷的时候，那种只爱世上的权位，只是要自己的利益是得到保障，是有是相同的情况。彼得后来真是为基督而牺牲。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外篇所讲的，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财产周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去到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讲过了，因为基督徒彼此的敌对，不肯合一，所以圣保罗就说，这个爱是比你们所宣扬的虚假的信、虚假的望，是远远来得重要的。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有这种跨越的爱，不单止是心里面是这样想，还要有行动来到实践。我在家里很久以前买了一对的书架，书架上的文字是很搞笑的，他说 Don't do as I say Don't do as I do Do as I say， 那里就说你们不要学我所说的，不要学我所做的，要学我所说的。他说你们呢就是书架呢就是冻了在这里的，就要来挡住那些书，等它不要冧。但是做人呢就不可以呢只是好像个书架咁，我讲嗰样你就做嗰样，就是你唔好学我啊！因为学自己咧，可能系样样咧都唔合标准噶，都系讲一套做一套啊！呢个做咧就系有心无力，讲咧就天下无敌。咁呢个嘅书架就系咁讲啦。嗱，你哋咁做咁做咁做，就唔好咧系学我，即系冻咗喺度，咩都唔喐。但另外一段的文字很有趣的，我很多年前在劍橋游歷的时候呢，发现它有一个有趣的言语，言语就是说 Why study？ 为什么要学习？大家知道即是牛津、劍橋、耶鲁、哈佛那些都是很着重的学习知识的探求，那它就问 Why study？ 为什么要学习呢？那它说The more I study, the more I know. 我越學習得越多，我就懂得越多。但跟住咧，好矛盾就話 ：The more I know, the more I forget. 如果我識得越多咧，我就忘記得越多啦，係嘛 ？So, 當 the more I forget, the less I know. 當係忘記得越多嘅時候咧，我咪識得越少咯。Then why study？ 为什么学习啊？学习得越多就懂得越多，懂得越多就忘掉越多，忘掉越多就懂得越少，懂得越少就即系唔使读啦。你越读咁多嘅时候，变咗做尾咧就变成越少嘅。事实上呢几句说话同埋爱篇起头嘅金句，我觉得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姑且称为为什么行善，保罗就说，我如果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做基督徒最罩忌的，最要避免的，就是鸣锣响拔的生命。讲到这里，我们回回到原来的起点，就是爱是行动。没错，爱特别是基督徒的爱，并不可以停留在抽象的本质和意念之中。最近我翻读翻鲁伊斯 C.S. Lewis 的四种爱的序言所讲的比喻，他的比喻讲得是很精彩的。鲁伊斯说，他说透过实践上的努力，才能够自己一步一步靠近主。我们不可以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已经说人是照着上帝的样式来做，是这样做而已，无疑的样
容易个样，但系有嗰个样咧，唔系表示我哋接近上帝噶。路易斯佢做咗一个嘅比喻，佢话假设我哋嘅屋企喺我哋嗰个山谷嘅谷底，而我哋咧喺度翻屋企嘅途中嘅山道之上，喺中午嘅时分，我哋嚟到一处嘅崖顶，嗰个谷底之下系我哋屋企。谷顶上边喺嗰个嘅悬崖，我哋嘅家就位于山崖嘅底下。喺空间上嚟讲系好近嘅，但系我哋唔系攀岩嘅专家。虽然我哋企嘅位喺正嗰个谷下边嘅屋企嘅上边，甚至掟一粒石仔佢要掟到咧嗰间屋噶啦，自己屋企个屋。但系我哋其实系翻唔到屋企嘅，我哋系距离上好似好近，但我哋要翻屋企系点咧？我哋一定要绕路而行，迂回曲折嘅绕道嘅过程嘅当中，我哋似乎系比距离上比嗰同屋企嗰个距离越远。但系当我哋每行一步离屋企越远嘅时候咧，我亦兜嗰条路咧，最终我亦翻到屋企，系好过我哋企喺个山崖顶，喐都唔喐，感觉上我哋好近嘅，掟粒石仔就掟到个山顶。呢个就系路易斯话我哋需要有行动，跟住嗰条路慢慢嘅有行动嘅去翻我哋嘅屋企。弟兄姊妹，在绕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是距离感觉上距离我们的家越远，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永远都在意念上近上帝，实际上我们和他的距离是很远的。根据创世纪的说法，我们与生俱来带有上帝的形象，不过单靠与上帝形象是相似，不能够使我们距离上帝多一点。只有当我们行动活出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接近，在实践上的努力，我们才能够 更加的接近他。因此让我们同心祈求上主帮助我们常常以鸣锣响拔那种只有形式的口头上的爱做尴尬，去努力寻求行动的见证，让爱的行动可以改变我们，带动我们超越原来的爱，每一日每一刻都能够认识主日深，爱主日亲，随主日近，以致爱真的能够跨越了种种的藩篱，甚至我们自己那种的自大无知，以致我们只是口头上意念上与主相近，但实际上与祂是相距很远的。愿上帝都祝福我们，叫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去跨越种种的藩篱，让上主得荣耀。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